傅培梅是谁啊？你唔捌哩哦，伊足出名呢。台湾哦，头前伫电视台内底甲人煮饭的，就是伊啦。来，现场倒数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。你们好，我叫傅培梅。太好了，正好赶上。傅小姐，请问我们还能一起去看场电影吗？哎、欸，阿春啊，啊你洗头也无做比人较济啊，阿姐啊，比人加食一碗。食遐加是要创啥啦？你看啦，砸掉啦，吐出来拢偷济啊呢。以后家里啊，不准听到偷渡这两个字。阿信啊，歹势啦，我是条狗要拍互你死的哦，我死的啦，算叫你要来偷摕物件。他转的地方改了，你跟我走。好了，不要啦。阿信啊，我哪会感觉哦，你阿信啊，跟你对来啊嘞。你千万别行无。你阿妈出事了啦。阿妈。你们家的餐厅很有名哎。脱手应该可以赚不少。网络上说，他都是卖傅培梅的招牌菜，好香哦！谁来煮菜啊？请问你是？哦，我是我阿妈的孙子，王家唯一单传，王传宝。对不起，阿妈是我撞的。你打算拿多少钱出来？你觉得会需要多少？呀，你是要找林春阿妈吧？哎呀，好像是啊，就昏迷不醒的那种。我叫做林春呐、啊。啊，村哦，是迄过年大顶门顶迄里村呐、啊。你是那个救我的阿春小姐？我哪会讲个遐大力啊？空嘴那遐大空，阿又唔知影是我甲拍着伤了。知识就是力量，台湾人哦，一定要帮助台湾人。真的是做兵的呢！拜托了啦，太太，我真正做需要这个工课，拜托啦！太太，你看，我从姐姐那儿听说你爱吃黄鱼饺子，味儿好吗？这东西真不能久吃啊！请师傅教你煮菜哦。我不能放弃，我一定会学到手的。王家子孙目前有难，先借这个来用一下。王大哥，恭喜你，这一两千万成交。我阿妈醒了。阿妈，阿妈，谁来呀？我你是谁？哎哎哎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不要不要不要！你知道我要留你在我的身边，跟我斗阵经营餐厅啊！做菜对我来说不只是做菜而已了，它让我变得更勇敢、更快乐。你有没有发现今儿个阿春不对劲儿？你知道义父在贴传单，所以你一直知道义父偷偷跟共产党在一起吗？谢谢你。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收看《幸福厨房》，我是傅培梅。今天给您介绍的是松鼠黄鱼的料理。